上厕所越来越常来不及，都不太敢出门了。我又没生病，我不想穿纸尿裤。上了年纪穿纸尿裤，就像老花要戴眼镜，是很平常的事情。躺着被人换纸尿裤真的很难为情，上厕所我也想试着自己来。让长辈自行如厕，能帮助复健，又能维护长辈尊严。杨贵妹向您推荐来复益裤型纸尿裤，超弹性腰围，长辈自己好穿脱，还有轻松好撕侧边，柔贴防漏侧边，追求零外漏。妈妈一直不想用纸尿裤，后来用来复益裤型，像内裤可以自己穿脱，上厕所不怕来不及了。帮公公换粘贴型，她都很尴尬，用来复益裤型，她可以自己换，心情就好很多。来复益有三系列裤型，可以照长辈行动力跟尿量做选择，让来复益实现您的乐龄生活，立即免费索样。